请收看《维新世界·易经风水面面观》。各位喜欢神地仙，大家好早，今日又是初三了，时间呢过也非常非常的紧，啊，目前呢一年过啊，目前呢咱新正年头又过来到初三，啊，再三呢甲各位报告，今年呢咱的国运会较好，但是今年国内政治会较乱，咱大家心理上要有准备。乱的人，那个看笑话，啊，看伊伫搬戏就好。咱则袂去踏入，啊，这个更乱的漩涡内底。那安尼咧，咱就家己干嘛？做人伫烦恼啦，人咧做戏，台顶咧做戏啊，咱台下咧干嘛皮皮喘？人是做煞的，去咧啉酒，去咧啊，食咖啡、食茶，咱也带只去，去到皮皮煞的，好、啊，咱中计咱嘛唔知。所以啊，阴阳如果最中心啊，可惜天理难分明，真正天理是难分明啊。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贵国先师甲咱开始真妙法，咱了解人的人。在世间人甲人中间，充满着有诶是为名而斗争，为利而斗争啊！啊，为了自己诶利诶，伫面顶伫搬戏，咱下骹看戏诶呢，艰苦一寡，即种嘛非常非常诶侪。过去诶一年，社会诶现象，咱嘛清清楚楚；今年诶现象嘛是，但是咱一点心，一点心，哈、啊，咱来了解了。以后呢，咱的自然呢，哈、啊，都无遐现象会阁发生。啊，咱若若是各位啊，了解着宗教与真理的时，咱当然啊，看整个人生啊，哈、啊，咱就感觉那是一场戏。哈、啊，世间的名利咧，哈、啊，只要斗争，哈、啊，只要争，只要夺咧，那看了嘛是感觉无啥意思。啊，所以啊，大家爱会记哩，今年。好的开始，咱心理上有准备，咱时时心存着爱心，心存着善良的心。我相信今年咱国家咱会给人家好孩。好、啊，咱呢？好、啊，咱现在今年的宗教呢，在国家来讲，可能有一个真好的结婚的政策。但是这个宗教呢，好、啊，咱有真侪真侪的这个善知识来为宗教来立法等等的。咱科技院现任的秘书长，哈，咱的朱武贤先生啊，啊，以及咱南口哈，这个学术研究会交流大会之上诶，哈，也有甲各位报告到哈宗教的问题。宗教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国家安定的基础，哈，所以宗教的重要性啊，现在呢，咱请朱武贤先生甲各位报告。我们最敬爱的宣罗寺黄连师父，在座各位法师，那我们内政部政务次长，我们吴清基博士，啊，我们天真太子道法王林吉雄林理事长，各位师兄、各位师姐，大家午安，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是新年元旦，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师父创立的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以及两岸的鬼谷子学术研究会的成立大会。那么借着新年新春的开始呢，能够来祈求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住在这个大千世界的所有的台湾的人民呢，能够都很圆满，
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大家都非常的珍惜。这几年来跟佛教界结缘很多，那么因为这样而认识师父，那么在座也有很多的法师，还有我们林理事长，在座的还有很多的贵宾，各位师兄各位师姐，那么这样因为这样的一个结缘呢，那么对宗教的问题呢也了解比较多。刚刚师姐也提到宗教是一个净化人心的工作，那么能够做心灵的改革，心灵的环保工作。那么一个执政者如果对宗教有重视，他是一个人君，这个执政呢也是一个德政，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就会更祥和，国家更安定。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宗教问题很多，包括我们宗教法令非常的老旧，有一些规定不合法理，不合社会的需求。我们台湾的宗教人口非常的多，超过一半以上，那么需要一个新的一个环境来提供我们宗教的发展。像今天的场合，大家共同来祈求两岸和平、世界和平，都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环境。那么这几年来我们政府共同的努力呢，把这个环境做了一些调整，包括呢成立宗教的专责单位，那我们很多宗教土地的取得，那么还有呢我们寺庙的补办登记，那么包括呢最近去年年底呢送到立法院，应该算前年我们送到立法院宗教团体的法令都逐步在修改，希望提供一个良好的宗教的学习环境，那么良好的修行的一个环境，那么让我们的社会呢能够更祥和。那么今天呢也利用这个机会也跟大家报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也祝福呢我们这个研究会将来呢也可以朝一个宗教教育事业机构的方向，那么让我们呢宗教法令在台湾有一个好的发展，那么宗教有一个好的环境。那么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也这样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新年开始在这里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各位身体健康。各位十方十弟兄，宗教的宗旨是教化咱大众心存善良，这心存善良，人人敬拜，人个人互相相尊敬，付出爱心，宗教的宗旨嘛，心存慈悲，人间友爱，心存善良啦，人人敬拜。各位十方是理解啊，回想到在十八年前咱我的台中的时啊，有一位信徒咧啊，伊咧啊气噗噗走去台中的时去问我，去问我老师，我足不满，我不满啥？好，我接了到好朋友甲多谢，结果朋友闪闪起来唔见面，咱人一个起码一年。啊，若是甲欠钱，后摆还我就无要紧。我唔是遮无功利的人，我用啊要来找。好，你看我找着无？我咧找袂着。你达这不是着？佛菩萨，哈、啊，叫咱人甲人中间爱互相相敬爱。若是伊无尊敬咱，迄是伊问题。因个个伊个咧负担，伊个咧负责，伊嘛无可能好甲倒位去啊。一个人生活在惊惊吓吓、东闪西闪、东避西避的状态之下的时，一定是真正痛苦，也智慧未出来，百事未顺，事业一定未顺的啦。哦，你原谅，你用何你找，但最找不着，好不好？是信徒嘞，啊，伊就唔相信，伊就真正就去找。我甲讲，你去，但最未用用武。
和人和人好姻缘。这个呢，跟你多谢真心，你有什么因果，咱不知道。但是咱人爱受尊重，你幸福炸上去无效。哦，即使和你怕死去的时，那么你一世人你都熬有去啊，生生世世，因因万万万幸人生啊。哦，你先闪啊，闪灭你。啊，这位信徒一面接着啊，背景起来。老师，你也知我幸福炸钱。我无啦，我都看你的表情，看你心愿的心嘛。好、哦，啊，佮看你的清茶，我就知影你幸福炸钱，伊就安压出来，可以不多点，家己目屎流了。老师，我也是无法度原谅我的朋友，伊安尼作恶者，我想要佮做掉去，安尼是啊，哈了我的心心。不要让这个人去社会世界去骗人。我看这有国法的时阵，你竟然请爷爷去自首，去交掉去，你莫阁甲人吃把柄。会当原谅人，原谅人啊！因为你个因生生世世因果，你嘛唔知影，唔知的是你要安怎讲？哦，所以啊，紧嘞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即位信徒先生。啊！伊就听我话，跪咧头磕三下，老师，谢谢。我发讲，我安尼做唔对呀。好、哦，我感觉人要有一个爱心，伊辜负我伊个代志，但是我袂当过，我较艰苦咧。我一定爱佮朋友讲好好，我安就对啊。人人修尊敬，心存善良的人一定较有位啊。结果咧？啊，经过几年以后呢，迄、那个朋友，哈、啊，真正落魄的时，才过来找。迄阵肝已经硬化，变肝癌，碰到咸地命，啊，来找伊啊，咱唔咱只信徒，伊啊，将这情形讲给听。我当时啊，我心不满，要找你，甲你安怎？啊，我当着老师咧，叫我讲互相相尊敬、相忍耐、互相相疼爱。哦、所以我才转忍不起，我等你，看你好到偌济。现在你肝硬化，肝癌来啊、哦！所以啊，自己的朋友在面头前，甲规日叫伊朋友，叫咧咱只信徒原谅伊，饶下人何苦何苦呢？啊，所以咱只信徒先生第二天，伊就随个走来问我老师，你叫我忍，我硬忍起。好、哦，我呢？好，才体会到人忍以后的善果。人若心存不良的时，伊恶果一定伫后壁叮叮塔塔，一定会烧灯啊！各位是方是理性，这是一个真简单、真浅的真理尔，讲起来大家嘛捌，但是要做无简单。咱事业失败。欠人，咱欠人，先生欠人。好朋友、好亲戚才会相欠。但是呢，咱爱讲讲个清楚，我都行，我都行，咱真辛苦。啊，大家互相相尊敬，大家心存咱个善良个心，大家相疼爱、相尊敬个时，我相信大家在这个社会共同建立一个善个善个状态之下，我相信大家事业会够成功。咱唔通聊聊讲倒挂，吼、哦、就要走红肉，这是非常不合理。我过去嘛是欠过钱的人，我嘛是本着一点真个善良的心，善心诶来拍摄，我还是无多幸运。我现在未拄，我有一天，好、哦，我认真来拍拼来做，我嘛幸运，幸个清清楚楚，心安啦。所以各位，咱真侪人名声自称家己是修行人，结果咧，这无讲拖拖归到堆。啊，好朋友弟兄艰苦一挂，你都要哭哭腔了，你也修无形，我都唔相信。现在真正自称是修行人，事实这一步排排一大堆，这就是修，颠倒到修啊，这是魔心现前，无自卑啊。咱人未顺时是十行有九行未顺时，咱来克服，这就是老师，这就是修行的课程。所以我才常常有信徒来问我，讲老师啊，师傅啊，好，我就和朋友倒去，伊去甲剃度去修行啊，你看要安怎？我剃度就原谅安尼尔，
因果伊家己去排嘛，是毋是安尼？伊若修有行，我就唔相信啦。所以咱传这个法门，是要来互咱大家，咱大家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所以咱风水的妙法、易经的妙法，一旦互咱离苦得乐，互咱对无明啊，向对光明啊，向对心安的状态之下，那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善法跟妙法跟修行啊。各位十方善知识，风水的法则，不是讲你在看风片，嘛不是讲选这个好地理、歹地理。咱家庭的环境内底的布置、配置，嘛是拢风水的法则。现在咱来看这个经文，啊，千里耳通，万里眼，电视音响满家庭，享受十方天人价格，即是家中。咱千里千里眼，啊，顺风耳，天上圣庙，啊，伊个身躯边一个千里眼，啊，一个顺风耳。人捌问我老师啊，你看妈祖婆，啊，伊是啥物神来转世哈？真简单嘛，千里眼顺风耳嘛，观甲音嘛，千里眼就观嘛，顺风耳就音嘛。伊就观音菩萨的化身啊嘛，足简单个尔。所以真济人啊，你讲什么神哦，讲妈祖无化作是多个哦，错去啊！你佛教嘛是爱目睭爱耳呢，你若无目睭无耳，你修无行诶，一定个呢寸步难行诶。那么你道教个嘛好，道教个嘛好，道家天主教、耶稣、基督教等等个。嘛是离不开目睭个耳呢，嘛是观音的法门啊！你什么有啥修正？免修正嘛，万法拢是观甲音嘛，拢是看甲去听啦。所以千里眼、顺风耳已经开始到天上圣庙的妙法，就是观音的法门，看众生之苦，咱爱有正见。正确见解，看万行代志诶，咱要有正确见解。耳呢，听，咱来听，咱加听呢，兼讲寡话，咱绝对无代志。咱若拢唔听，干那吹滴滴闹呢，那是笑诶，吼、哦，社会乱象拢教伊。耳爱加听话，加听话就是咧充实咱的智慧，咱的知识。然后咧，吹咧，口咧，咱有讲无讲，拢要话紧咧，目睭看。甲耳根所听，拢是一种咱人生的体验嘛。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就是来到西罗西来，啊，因为带两三个咧，啊，伊个朋友来拜几个神师王禅老祖。迄当时啊，人靠人伫问我，我靠时间好忙，代志也是。来咧，要请问老师，你看我是修什么法门上好？我你修观音法门，唔对唔对，观音法门无够观，上低，安为啥？你要修什么佛呢？系我修佛呢？我你咪头壳问题啊！你头壳问题，自古以来成佛的都干呐，娑婆世界就干呐，就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伊成佛了嘛？伊代表所有咱人的个性啊，代表咱人有个性，代表咱人的心吗、啊？好、哦，啊！你要成什么？菩萨成修啊！你有目睭啊，就观啊；耳孔有音啊，有听。你按你们观音法门有什么修什么道诶？我造会入魔，魔心现前。这是在点点点一直修，这修我还靠到你个，是不是痛了？靠着贵咧，靠晒头啊，靠啥？老师，都这样给你补课。我这样误着，安尼我知啊，我知以后要安尼修行啊，目睭加看看，看万行代志，看人世间的一切艰辛苦涩、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这拢是人生啊！你着加看看，耳仔加听看，
咱真济人甲人中间的是非是是非非一大堆，人甲人中间的互相小白天讲真济话的小诽谤一大堆，伫互你听，听到你去烦恼。讲的人无啥，你听的人你就皮皮喘，你就去艰苦一挂，安尼关你发梦是啥？所以这位先生含伊啊朋友咧，转来甲你介绍老师，感谢你。我求到，我今日所求到，我一世人五十多年，我即摆都已经求到啊！观音法门啊，讲，咱拢每个人是观音的化身。咱假使一个人晓得你是观音的化身的时，除非你是青面个臭面人，你才不是观音的化身。那么，拢是观音的化身啊！讲，咱若了解这话的时，你就真快乐。所以分顺风你，咱顺风去听书，你会使你加听，会使去做领悟。每一件代志会走你耳腔，走咱耳腔来的代志啊，咱拢是有好因缘。你唔用对歹去想，你用对善解，对好的去善解。你若要善解对好的时候，是你耳腔呢，你所听到的你拢是满耳腔的法器啊，满耳腔的法器。也是啊，咱不要对好的去想啊，咱干那对健康，咱嘞好，当讲安那，你就安怎是啊？迄是人世间的魔音传闹啊！各位，阿母中间、爸仔中间、同事中间、哈亲戚中间、朋友中间嘞，咱常常会听到人干那讲咱好歹安那代志，咱就甲听起，甲接受起就好啊。咱也无必要讲为着这件代志去强辩，人讲的一时尔。咱强辩的，你有代志影响着一个人一世人的怨叹。各位，佛法在世间呐，不离世间噶。好，佛祖所开示的妙法，甲几国先师所开示的妙法，完全是贯穿伫咱世间、伫咱社会上的应用，自在如如啊。所以，咱一个人听到足济外面的声音入来时，咱爱存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咱听到一定有一个因缘，才予咱听到；，予咱听袂到，一定无好因缘，才予咱听袂到的。哦，所以咱会记哩，人伫世间，咱爱讲出有益大众的话，卖去烦恼的话，你即是功德，即是修行的人。若是一个人，你名声顺从我修行，飞天也唱地的时啊，你讲出的话，互人我都接受，互人去烦恼的时啊，你即是魔音传闹，魔音传闹，唔是真正偌有修行的人。所以，贵国先师甲咱讲，你修行伫日常生活中间，就是修行。咱日常生活中间呢，咱也要好好啊，做到问心无愧的事，咱唔惊人讲咱安啦。哈，社会上的是是非非啊，一切有诽谤抹黑的事啊，因为咱一定有缺点，人家会甲咱抹黑。那我们人甲咱抹黑，咱无事的事，咱自然哈哈一笑就过去啊啦。